你好，我们又见面了。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全日安，欢迎来到神芒第一线。咁呢度有我 Raymond Wong 啦，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啦。一早就嚟到呢度，虽然咧今朝咧就唔好意思啦，迟咗半个钟。咁因为即系今朝我系迟咗起身嘅，咁咧迟咗起身咧就搞到咧啲工作咧又要褪迟，先至做得可以摆到一个位置咧就可以摆低佢，跟住咧先至可以嚟做节目。咁啊，讲句都系好抱歉噶啦，即系我应该咧就划定个时间咧就六点半嘅，但系之前咧就成日有人喺即系香港时间六点三四嘅时候打俾我，所以而家都好麻烦，即系有啲嘢我都控制唔到，咁所以都系希望大家多多包涵。有时咧嗰、那个节目咧系会早会迟嘅，咁但系尽量我都系六点半至六点九嗰个时间开始。咁希望大家即系继续支持啦，即系有时唔好意思嘅，即系迟咗咧，希望大家咧帮下手咧，就系听下其他嗰啲节目或者嗰啲节录，即系听住先啊。咁好啦，嗱咁啊，嗱呢、這个我哋都要同大家即系讲一样嘢啦，吓第一样咧就系啲新闻咁。嗱，咁啊，呢个巴西队咧，嗱，即系今年喺世界杯嗰度，梗系一个叫豪华阵容啦，吓，即系咁，佢当然系即系捧杯嘅机会咧，即系以赔率嚟讲咧，其实巴西都好高嘅。咁啊，嗱，但系咧，即系呢个球队咧，就好似即系出咗啲问题，因为而家咧就有即系三个人咧就出现一个流感症状，就冇出席呢个操练嘅。咁啊，包括咗呢个射手安东尼马菲奥斯啊。咁啊嗱，即系仲有咧就系、是、有一个阿哥咧就系、是、即系尼马啊同埋呢个后卫啊，佢哋两个咧。即系后卫呢个咧就系丹尼路雷斯，佢哋咧都系即系同塞尔维亚打完之后咧就扭亲只脚，咁啊即系啲坏消息系越嚟越多，即系流感症状咧，仲有就系换将都有流感症状，呢个艾利神比加同埋咧卢卡斯帕基达，即系佢三个人都系有流感症状，咁流感症状当然同新冠症状系类似噶啦啊。咁啊，究竟系咪新冠咧？咁當然唔知啦，就係、是、希望唔係啦。嗱，咁啊，當然即係尼馬佢出咗事之後咧，即係網上有啲人咧就笑 Q 佢啦。咁啊，阿哨牙道咧啊，即係阿朗拿道又叫大哨啊嘛，即係我哋以前睇波咧就叫佢哨牙道啦。咁佢就當然係為呢、這個。这个尼马即是发声啦、喂即是现在因为尼马都很成功嘛，其实尼马其实即如果球员来讲很成功，当然有人妒忌啦，成功是有人妒忌的。咁啊朗拿度呢就怎么讲呢，他就说呢巴西会为尼马感到自豪的，咁他呢就希望他即是伤愈复出。咁、呢就说这个坚强地回来啦，球迷需要你的入波、即是盘楼勇气和欢乐，这个就是哨牙道讲的。那么、我们这里一定要讲清楚，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赌波的、即是、你去马会买 OK， 但是呢就不要即是买外围、即是如果是香港的网友就不要买外围了、如果你在外国那是没办法了，就是在外国呢其实就是根本上就有不同的赌博公司可以选择的，很多地方都有些地方就不是了、你遵守当地的法律，我们要讲清楚，因为现在呢、即是有些人呢就已经被人拉了，就是介绍人家去赌，其实这个、从来都是有风险的、咁啊，嗱，即系有人咧就留言就讲香港嘅颜色革命，这个冇咁快讲噶，即系其实香港其实之前嗰单嘢系咪颜色革命？咁当然啦，即系好似系中联办佢哋有出过声嘅，就系、是、呢、这个颜色革命咁样啊。咁嗱，我嘅睇法咧就即系好坦白讲，我睇法咧就有啲唔同嘅嗱。
港澳辦就有講過話，2019年咧就係港版顏色革命，佢嗰陣時有用引號嘅，咁所以究竟係唔係顏色革命咧？我就即係嚴格嚟講，我就唔認為係顏色革命嘅，因為你點搞都好咧，其實就冇可能搞得亂香港嘅。即係點解話冇可能搞得亂咧？即係佢哋唔會話可以即係趕走曬中央駐港機構啊！是冇可能的，因为有驻军的，讲到底最后是。即是你说颜色革命的话，其实看很多地方是怎样搞呢，它是拆反埋那些军队的。那很坦白讲，我就不认为呢，即是19年那件事呢，即是那些所谓搞即是港独那些友呢，就可以拆反埋这个解放军的。即是你说颜色革命是什么，它们有多方面去搞的。即係佢哋搞到咧，連軍方都會支持佢哋嗰班人嘅，其實係。咁你話而家喺國內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咁我講樣嘢俾大家聽，即係係唔會咯。啊，即係如果你覺得喺國內而家佢哋都係即係搞顏色革命啊。嗱，佢哋有人想搞呢啲嘢嘅，有人想搞事，但係目標咧就唔係要顏色革命。應該我哋會講下，佢哋有班人個目標係好清晰噶啦。而家其實佢哋係要中央換人嘅，佢哋就唔係要即係打倒呢，真正係打倒呢、這個共產黨啊。雖然佢有嗌口號嘅，有嗌口號嘅，咁但係其實佢哋嗰個目標，即係之前我哋都有講，有一班人係根本上喺內地咧就係反中央嘅，喺香港亦都係。即係香港之前上一屆特首啊，佢俾人不斷咁即係亂參搞咧。其實佢哋嗰班搞下林鄭月娥嗰班人咧，其實表面上就係搞林鄭月娥，實際上咧其實係劍指阿習先生嘅。這個我們之前有節目講過，你不同意沒所謂，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咯，但我們怎樣都是講回這個論述的了。好了，之前就提醒了大家，就是美國股市和美元你不要看得它即股市就不要看得它太好，即美元就不要看得它太淡。為什麼呢？就是那個即加息的情況呢是會持續下去的，那時候我們說那結果呢就是差不多是中了了，今次是因為呢美國聯儲局的官員呢又出咗嚟發表一啲鷹派嘅言論，咁咧佢又出咗嚟講咧，就話金融市場低估聯儲局明年大幅加息嘅可能性。嗱，加上仲有一樣嘢就係高盛同德銀就話美股咧就未反映呢個衰退風險。咁其實個股市咧就向下嘅，咁道指咧就跌咗550點。之前是即是最劲的时候跌了550点。跟住现在收市呢就是33849，就跌了497点。跌幅呢就是 1.4%。咁纳斯达克指数收市呢就是11049点，跌了176点，跌幅呢就去到 1.6%。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收市呢就是39063点，跌了62点。跌幅呢就 1.5%。咁跌得最勁嗰啲股係咩呢？就係、是、滴滴嚟啦，3M 啊，3M 都跌呢，其實就呢、這個我係覺得好驚訝嘅。其實 3M 個即係嗰個業績其實好穩定嘅，一直都，但係而家都要跌嚇。咁啊，仲有波音跌啦嚇，波音其實佢哋有原因嘅嚇，即係之前嗰個737 MAX 嗰個問題都未解決到。同埋喺中國大陸咧，這個737 MAX 好似仲未可以復飛嘅，或者依個係一個幾嚴重嘅問題嚟嘅。啊，咁即係科技股嗰啲咁嗱，微軟、Meta、蘋果都係跌。咁仲有就係呢、這個Alphabet 啦，即係呢個 Google 嘅母公司亦都係跌。咁同呢個梁美芬大嗌要告 Google 有冇關係咧？咁我哋應該會討論一下。咁啊，亞馬遜就升咗0.6%，但亞馬遜佢哋呢一樣嘢咧，就係因為佢裁員裁得好犀利。其實而家啲人好樂觀啊，對亞馬遜又開始，即係因為亞馬遜佢裁員裁得好快，咁啲人啊反而對佢呢只嘢比較樂觀一啲，即係覺得佢哇你真係做嘢嘅喎，做到嘢喎嚇，賺多啲錢喎，裁咗啲人。
但是亚马逊裁员，其实他有其他投资的，他就很得意，他就裁了跟 Alexa 有关的部门里面那些人，即是之前我们讲的那些 Echo 喇叭仔那些小喇叭、但是又发了另外一样东西出来，即是是机械人来的、不过机械人呢就、可以周街行的，不是周街行，应该是周屋行的、你说这个有没有帮助，之后会不会提振到这个亚马逊，他们就当然就是想是会啦、啊、即他们将那个喇叭仔就变成好像只宠物狗的类似，即是他不是狗来的，他是机械人这样在个屋里面走的，就觉得他们即寄望可能太高，那些小喇叭其实人是我认为就未习惯的，即如果啲人習慣咗喺亞馬遜買嘢嘅，即譬如屋企缺乜嘢，佢又同個小喇叭講話要訂乜乜乜乜咁樣，咁我覺得即亞馬遜嗰個業績可能會更加好，啲人未習慣嘅啫，即我覺得係佢要諗啲方法令到人更加即係中意同個小喇叭溝通咯，嚇、啊。咁啊，孔偉斯咧就話啦。防疫用品在外面都用不到那麼多 3M 電是不是很正常嗎，其實 3M 的、產品很多，不只是那個防疫的，即你如果只是他覺得口罩不是，其實他那個物料有很多都是即實際上有應用，即本來我想著其實基建都會用很多 3M 的東西，即美國都搞基建的嘛，現在是、啊、其實、如果美國和西方國家都會搞基建的話，三 M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會買的，即是路牌啊，那些即是那些路牌那些反光的物料都是三 M 的，那我就不是很理解啦、啊、即是現在的人為什麼會看它跌，不過我會再探討一下的、啊、那、啊、還有、啊、這個消息呢、啊、就是李家超的有關的，咁李家超就出咗声，就话要释法。咁我呢个应该会详细讲。咁啊，中央机构就全力支持佢噶啦，已经讲咗就会支持呢个李家超就提请呢个释法。吓，咁啊，应该我哋会讲下，即系其实即系提请释法嗰一件事。吓，即系中联办其实佢有强调到一样嘢嘅。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呢都應當遵守香港國安法，司法機構呢更加負有有效防範制止情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的法定責任。港澳辦呢就出來說了、香港有關法院批准由英國用大律師代理案件，就違反香港國安法的辣精神和法理邏輯。嗱，咁啊，呢一樣嘢其實即係終審院都係即係批咗啦。咁嗱，好簡單嘅啫，即係而家究竟之後會點咧？我有啲嘢我係唔係好樂觀嘅，即係好老實講啊。不過當然佢哋就聲大大啦，即係有班人又啊，咁我哋應間就會分析一下究竟即係而家究竟搞緊啲乜嘢嘢，有班人喺香港係搞緊啲乜嘢嘢，因為有啲嘢咧已經。即係我認為咧，唔係真係十分正路噶啦。即係有啲嘢已經係搞到你冇錯，你係可以支持佢係提請呢個釋法嘅，呢個係冇問題。但係嗰裏邊嘅理據咧，你一定要說服到人至得嘅。啊，即係而家嗰個理據咧，其實一間我哋會再詳細啲講下。尋日李家超喺呢個記者會嘅時候答記者咧，其實就答得好清晰嘅。不過之後咧。他就在 Facebook 那裡出了一些文字，那我們稍後會講一講即是 Facebook 那些文字究竟即那個邏輯其實講不講得通、啊、有些人就說當然講得通啦，因為、這個就是中國的問題的嘛，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大家一件事，其實國安法裡面有一個、即是 provision 是可以令到那宗案呢就在內地審的、啊、即其實有沒有機制是去防止某些東西即是泄露出去，其实是有的，即是看清楚整件事先。即是 有时就我就觉得有些即是讲法呢就不是真的十分啱数的啊。那好了，
咁啊，讲到呢度咧，嗱，当然仲要讲下其他新闻啦。嗱，就系呢个美国驻华使馆嘅吓，咁咧佢哋咧就又出声啦吓，佢哋点样出声咧？又系借啲以发挥吓，即系美国嘅国力啊。咁啊，美国驻华大使佢哋咁讲嘅，内地咧就加强防疫管控措施。包括咧就居家隔離、大規模檢測同埋封區等等。嗱，其實咧呢個講法係唔正確嘅，因為咧內地嗰個防疫管控咧，其實而家整體嘅方向咧係寬鬆嘅。如果你有睇到嗰個國家衛健委佢哋嗰個文件咧，佢整體嗰個方向咧係向寬鬆嗰一邊行，亦都唔能夠即係。啲地方政府咧就層層加碼嘅，啊，啲層層加碼嗰啲係違規嘅，其實嚴格嚟講係。咁我哋依家都會講下呢個話題嘅。咁美國駐華大使館嘅聲明咧就話，對於喺海外美國公民嘅健康同埋安全高度關注，咁咧就積極協助啊，即係喺中國嘅美國國民應對內地嚴峻新冠疫情所帶嚟嘅挑戰。鼓勵在內地的美國公民咧就維持足夠14日應用的藥物樽裝水和食物。嗱，呢一樣嘢咧，其實就我哋都提過大家噶啦，就係喺內地咧，你一定要有存糧。呢個係其實國家都有建議嘅。咁嗱，而家點解又要美國出聲咧？我話俾大家聽個真話啦。內地就有啲自媒體咧，就係當國家提醒大家要有存糧、存水、食物嗰藥物嗰啲之後咧，佢就係出嚟講就話而家要打仗。咁其實即係你咁樣講咧，或者要去揼呢個台灣地區嘅嗰陣時最早傳咧就係話要武統啦咁樣。其實我哋都講過噶啦，疫情防控係有可能令到一啲地方嗰啲供應咧係出現問題嘅。所以我哋都成日都係建議大家咧，即係如果你喺你嘅所在地方有經歷過封城，你自己都係要儲備定一啲食物嘅。你唔能夠覺得話而家嗰個方向啊，佢唔會一定唔會走翻去要封城。你呢個始終都係一個存在嘅風險嚟嘅。啊，即係當然你話係咪好輕易喺外國就會再翻去封城？其實就唔係嘅，呢個我哋都要講。但是如果個醫療體系頂唔順咧，佢就冇辦法都係要封嘅。即係我講句實話俾大家聽，而家有啲人就話唔會即係你哋喺外國啊，點解支持中國封城啊？你哋係要害中國人。其實個問題就係，如果唔封咧，有啲情況咧，即係唔係封控住咧，嗰個醫療系統崩潰咧，係死得更多人嘅。咁你哋話唔會咁啊？我哋話好涼薄咁樣，即係有啲人用留言就唔係咁講，其實。即係講啲真話俾大家聽，即係內地而家嗰個情況係唔理想嘅，有啲地方係有問題嘅，但係唔係話即係全部都係即係而家嗰個政策嘅錯誤，即係有好多人好簡單嘅啫，見到經濟唔好又賴封控啊，而家有好多問題又係封控咯啊，即係其實社會問題又賴封控嘅。即係呢一啲評論或者呢一啲講法咧，其實就唔公道嘅。咁拖得車佢就話《人民日報》咧已經連出三篇文講明動態清零不動搖。咁動態清零呢四隻字係唔會動搖嘅，但係佢嘅內涵咧係會改嘅。即係譬如而家睇到個病毒好似冇咁勁，但係傳播會犀利咗。咁佢哋咧就會有啲應對嘅方法，即係做核酸嗰啲其實即係好坦白講，暫時係冇停嘅。即係你話咁啊，咪肥咗啲核酸企業。其實核酸那裡他們又有一個亂象，即我都不想說，即核酸是真的有些企業呢就很有問題的，這個之前我們都在節目那裡有說，我們的新聞有說給大家聽，就是核酸企業亂來，我們是有說過的，即些人覺得我們完全不說內地的壞消息，我們只是唱好政府，其實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們每一次都是說個事實給大家聽，就是有些事不妥，其實即係要整治，但係嗱，我都要講翻一句説話，就係其實國家咧好多嘢都好努力，即係有啲人就覺得努力有咩用啊？新界只牛夠勤力啦，
嚇、啊、咁點解要支持佢？即係好似其實個邏輯咧，就好似佢哋班人咧之前咧反林鄭月娥咁，即係林鄭月娥佢最初可能真係有啲嘢做得麻麻，咁嗰陣時我都有孖叉佢，但係佢做得好少少，其實你已經要支持佢同埋鼓勵佢噶啦嚇，因為你如果唔支持佢咧，其實個市面上嘅問題係會更大嘅，啊即係好似國內咁樣，即係你話有啲地區係咪層層加碼，有啲地方有啲居委嚇、啊，有啲即係街道辦。他们是会层层加码的，有些是会的，但是你单单是骂整个政策，你改变不到那些居委那些即街道办他们做不对的事，他们你改变不到的，你要即将个具体的问题讲出来才得的。即有很多人在骂我、啊、昨天其实就有了、啊、你骂我都没用的，如果你知道国内有些什么问题，具体的情况是怎样，譬如某个地方，应该我们会主题会讲某个地方，佢喂啲地方官层层加码，啲地方官喂明明冇咁嘅权力，佢越权啊，即系其实呢个居委咧，其实就冇权咧就封控一栋楼嘅，但系有啲居委咧就系因为佢嗰栋楼里边啊，或者佢嗰几栋楼里边，因为佢有啲居委管几栋楼，几栋楼里边。就有一個人陽性，他就封幾棟樓，這樣其實是違法的事情，這件事是有問題，但是有具體情況的時候，喂你們不出聲，就在那裡罵大政有問題，喂你有具體情況，其實應該你是即是你有責任將具體的問題說出來，說不是喔，說具體問題會有人報復的，即是很坦白地說，現在你將具體問題呢放在微博或者放在微信，其实都不会立刻封了你的，个现实就是那、啊、好了，那么、啊、即是拖得车他又留了言，他说现在香港那帮外国者应该要出来、即是向内地新解释为什么要动态清零，不敢做会有灾难性效果，去教育那帮出来示威的学生，而不是在这里封口不讲，我讲的东西给大家听，他封口不讲其实已经表了态，他们那班人他们现在就是等食花生而已，他们其实香港那班所谓外国者有几多个是反习的，一看就知道了，其实是绝大部分都是反习的，我可以告诉你，即是个真话就是他们现在赢了，但他们觉得自己赢得不够尽，他们要再赢得尽一点，他们有班人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呢、就是、你说那些外国者在香港搞什么 Q， 我就跟大家说了，我就完全不会同意他们做事的方法的、啊、好了、啊、另外一件事就讲给大家听，即之前我们都说了美元呢你不要看得它太淡、啊、为什么说美元不要看得它太淡呢，即它每一次呢联储局出来讲那个加息会加得劲一点呢，其实很快的，它一有鹰派言论呢，它那个美元呢就砰一声就升上去，所以如果你听哪些人说美元崩溃、啊、要沽空美元、啊、千万不要做，其实我提了很多次的这件事、啊、即是你说你拿钱去买 yen、啊、其实你拿港纸就跟美元代用券是没有分别的，所以你就不要搞来搞去又买 yen 那些，其实你拿着港纸已经很 OK 的，如果你不信港纸的，觉得港元即是那个欧是会崩溃的，我认为不会、啊、首先说明，但 即是如果你认为会的，你就好像啊，即系衰事者一家啊，衰公儿个女教人哋咁样咯，即系喺强方兑换保证嘅时候报兑美元咯，咁咧分分钟系蚀水嘅，即系我都要讲俾大家听。咁、啊、你中意可以咁做啊，即系有啲人中意嘅，我中意啊，你吹得我涨咩咁？咁、啊、我吹你唔涨吓，真系吹你唔涨嘅。好啦，咁车车车就话咧，国内民众如果对防疫政策有不满，可以透过国务院 app 陈情举报，咪就系咯。其实。即是你在这里骂其实有没有意思呢，你如果举一些例子其实不是具体的情节，而是你加盐加醋在这里讲的，你对这件事是不会有帮助的，我也要解释给大家听，其实有些东西、即是这样说，民众有诉求是正常的，但是有些诉求是不是正常，我们一会儿又会分析一下，即其实讲真的，你说民众如果在当地做核酸、啊、现在、晒到即都很热的，在华南地区、啊、
即係曬到中暑，咁又冇通道啲老人家，咁係咪有問題？即係我依家我哋呢個例子，我哋會講喺邊度發生。咁如果有呢啲咁嘅具體問題，你咪應該出聲先，啱唔啱啊？你咪應該去舉報先。嗱，咁啊講到呢度就算啦。即係而家啊，康威斯佢就話有政策有問題嚇。即係三日三檢，病毒潛伏就三日，咁你要中間嗰日嚟做咩咧？嗱，呢個我哋應該會講一講，即係具體嘅政策喺執行上邊咧，即係點解要即係中間都要檢咧？其實有個情況咧，就係有啲地方唔係真係封控啊，你要知道，即係唔係真係封鎖啊？應該講佢係封控，但唔係封鎖。即係如果你封鎖咗，咁你唔出街嘅。即係老實講，真係封城嘅，你要踎喺屋企嘅，你封鎖咗嘅，你做少啲核酸咧都唔係一個問題。但係而家國內嗰個情況咧就係有啲人係可以自己去唔同嘅地方買嘢啊嗰啲嘅，啊即係你自己問下內地嗰啲朋友你就知啦。佢嗰個健康碼其實用嚟做咩？點解要48小時或者24小時核酸啊？有啲地方點解要咁樣啊？就因為佢其實喺一個範圍裏邊佢係自由活動嘅。啊、即如果你不理解呢一樣嘢，你就去講嘅話，咁其實即我就覺得係好過分，即係仲要屈我話係我唔識啊！即係呢個就係好過分啊！嗱，咁啊，講到呢度咧就算啦，休息一陣咧，翻到嚟我哋就講下其他話題。其實國內嗰個情況有啲真係唔理想，咁我哋都會講下邊啲即係有問題嘅嘢嘅，即係真係有問題，具體嘅情況有問題。因为你好虚无缥缈咁讲话呢个政策系好唔得咧，其实事实唔系咁啊，即系当然有啲人就话唔系喎，成个政策唔掂，要推翻佢先。但系如果你唔去做呢个动态清零咧，落就好大镬嘅，因为佢个医疗资源咧其实好唔够，到而家都系特效药啊，即系我都唔怕讲，其实佢真系唔够嘅个数量系。咁啊，仲有就系疫苗接种，其实亦都系落后。仲有就係、是、即係而家有好多人咧，其實即係打完三針係一段好長嘅時間冇加強針嘅。咁究竟即係喺面對 Omicron 嘅時候，佢會唔會真係有一啲抵抗力咧？呢個係要打一個問號啊！好啦，休息一陣，翻嚟我哋講其他話題啊。